只要是苏联盟了，干他们！你不要推我、哦，我超怕，不要这样！一起进来，一起进来！我跟你讲，他如果飞起来，我就逃不出来。啊这个东西光是它的外表，六条腿，两个翅膀，黑黑的，还会爬墙，还会飞。你看看它，那是恶魔的形状。我一直觉得我们会对蟑螂产生恐惧，或许是远古时期它很大只，然后是会吃人的那一种，那一种恐惧是会残留在我们 DNA 里面的。不过正所谓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，所以我就买了两罐杀虫剂来对付它，再配合着我的尖叫攻击，然后它就死掉了。我都不知道是杀虫剂的厉害，还是我的叫声先把它吓死了。但是出门总不可能把杀虫剂随身带在身上，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一个不怕蟑螂的损友。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怕得要命的话，呵呵，有一次我们出去外面住的时候，信安他在浴室里面突然大叫：“杯子，什么？说什么东西？中间杯子，快！那你要陪我一起呀、啊！你要陪我一起呀、啊！你不要推我哦，我会怕、哦。没有，你就过去，我刚好是瞄到。”好像是蟑螂，我会怕哎、欸，你会怕？干，我超怕、啊，不要这样，一起来，干你娘，一起进来，一起来，进来，快拿莲蓬头干他！那你一起，你一起，不行啊、我现在干，我要脱鞋子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那么大一只？我拿镜头给你。Hello。是蟑螂哎、是啊，然后在睡觉。干他！还是天牛啊？天牛还是蟑螂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蟑螂。我跟你讲，他如果飞起来，我就逃不出来了。然后不敢洗澡，我也不敢洗澡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不敢啊！联盟龙干他！联盟龙干他！加和树联盟龙干他！快！剪刀石头布布布！哇！看你干他！快点干他！啊！阿弥陀佛啊！热水烫他！烫死他！你不要，你只能想关门。我先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走出来嘛。一二三。啊，没事啊。啊，在那里。蟑螂啦，你看啦、啊，他那边飞，也不是飞啦，他在那边。来把杯子送给他，我不用杯子。我不用杯子，送他。啊，不要在下面，还在下面。他在玻璃这边。Hello。看他，你要不让他飞起来。我们在干嘛？你看，太阳真的是很大呢。Hello, motherfucker. 蟑螂干，超大只。我干，好飞。台湾达人秀推荐这部优质的创作者，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